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后台私信我想要一只爆红颜色的泰迪，因为它预算不算特别高啊，想要一个300-400块钱的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去给他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达到他要求的。欢迎老铁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窝泰迪啊，爆红色的泰迪。泰迪咋卖的，大娘？咋卖的？要一个，要那些的要不了，全部卖的，全部卖的。全部是母外的，啥不是？看一下哪个好，四百啊，少一点。房子给我发450，这个发400。哎，这个好看一点啊。这是磨的，涨的啥价？磨的，早晨不卖呀？你说的价就是卖价，是吧？说价就是最低价，最低400。哎呦，以前要完这价呢？啊？要完还这价？以前不是600啊？380是吧？实在的，对，你看最低价，打定你了。要完也是的，那这还不一样吗？三百能拿呗。我看了，俺明天过来。我知道，俺这边就卖300。我低价呀，九百，是吧？我最低价多少呀，大娘？打定你了。400，最低价就400是吧？三百，给300不卖啊？这是一个大爷一个大娘养的，但是他的狗是爆红颜色的。300就卖300那一个。我300那一个完了呗。现在看看。